今天呢，作为两个队的较量来看，现在亚洲队是占了绝对的优势，啊，以3-1暂时领先，啊，已经取得了整个比赛的胜利。啊，但是这次世界冠军明星啊到濮阳来，啊，其实他们就是要展示他们的技艺和风采，啊，采取欧亚对抗只是选择了一种形式。 在第一局比赛中，朱日赫现在是10-6领先。这样，朱日赫在第一局的比赛中就以11-6，啊，胜了瓦尔德内尔。 瓦尔德内尔啊，当运动员的时候呢，他有个特点，就是说咱们大家给他起一个外号叫"游击队"。为什么呢？中国的特点是靠前三板，是吧？前三板非常凶狠，过度守很好，小球很好。他呢，为什么对中国有一定的这个威胁呢？就是他发球也不错，他接中国发球也不错，他在发球接发球，小球让他不吃亏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打起回合以后，他有一定的实力，还有一个这个人的心理素质不错。 就大起大落的情况很少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技术比较全面，有胸有稳，所以他不乱丢球。这样呢，也就是说他几十年啊，在这个乒乓台上一直长盛不衰，这是非常重要原因。所以我们说了，打乒乓球必须要技术全面，特长突出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有胸有稳，以胸为主可以，但也要有稳球，有过渡球，这样呢就减少盲目性，减少无谓失误。 你像他这个手法，啊，都很有特色。这个手腕、手指的用力，啊，非常的鲜明。二零，走。 这是陈子和。啊，这几天呢，濮阳，这个大众啊，都是非常期待着能够和这个世界冠军合影，或者是请他们签字。我看都围在这个宾馆的门口啊，但是，这个组委会啊也是做得非常好，啊，就把这个。 保安工作做得很严密，使运动员们能得到充分的休息。漂亮。 漂亮！哦呦，这球太棒了！啊，大家看这球！啊，他这个手腕拐得很厉害。
6-5。 现在亚洲队和欧洲队的比分是3-1，亚洲队暂时领先。这是最后的一盘，第5盘。那我们现在呢是在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啊，也是河南大学的濮阳工学院啊，在这个体育馆为大家现场直播2016濮阳清风家具之都乒乓球世界冠军挑战赛。现在我们帮助大家回顾一下啊，目前的这个比分啊是怎么产生的。首先在第一盘的比赛中呢，亚洲队的内蒙古籍的陈卫星是战胜了罗斯科夫啊，德国的著名运动员啊，这样呢亚洲队1-0领先。然后接着在第二盘就是中国选手郭燕啊战胜了德国选手索尔加，2-0领先。那么在第三场啊，就是这个佩尔森和德国选手索尔加战胜了李平和郭燕，这样1-2。第四盘就是李平和佩尔森，结果李平2-1战胜了佩尔森，这样呢就是3-1，亚洲队暂时领先。现在看的是第五盘，朱世赫和瓦尔德内尔。啊，现在双方啊，这个大家看到第二局的比赛啊，已经到了刚才是个暂停。6-10。这玩意儿天天最后他把自己的拍子也扔了。啊，观众朋友们，啊，今天的这个比赛还是啊很有趣味。那么这时候呢，亚洲队就取得了本场比赛胜利，以4-1战胜了欧洲队。但是这个比分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啊，咱们来的这个所有的世界冠军到濮阳啊，和濮阳的这个乒乓球爱好者进行交流。 Read more about table tennis on my blog PingSunday.com. 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.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.